这个蛙妹妹啊，你好，啊，对，很行水啊，这有哥哥，长大了，长大了。兄弟姐妹们，有点激动啊，真的有点激动，而且有点感动，有点惭愧。昨天我不是打了个电话给小胖嘛，我告诉他，我说我10号要带货了，他问我带什么，我说骆驼，然后他昨天晚上连夜就赶过来了。他中途在哪里休息了一下，我就不知道。他说估计还要半个小时就能到我厂里了，就是我徒弟要过来了。你激动吗？激动，肯定是你激动了，为啥呢？你不激动吗？因为他是你徒弟啊。哦，是吧？怎么说呢？人总要慢慢学会长大吧。本来说我不叫他，是不是？我只是说兄弟，我要带货了。他说他要上来给我加油打气，等一下呢，我给他买一张机票，再把他送回去。这一次呢，就看我跟猪猪两个人表演了。猪猪，你有压力吗？肯定有压力的。不要有压力啊，卖多卖少无所谓，赚不赚钱无所谓啊。我们这一次稳住，你要控制我的情绪，就是怎么样呢？不要让我瞎搞，知道吧？就不能让你太激动，是吧？对，不要让我太激动。那我们就坐到这里跟小胖喝杯茶，好吧？我们就直奔去广州，然后我到时候叫小胖在这里游山玩水去玩几天，让他在我直播间待着就行，不用说来现场了，是不是？已经带了几次货了，总要自己学会成长吧，对不那肯对？定要的。是，那我们就等一下小胖吧，他说应该半个小时，不知道要等多久。来了来了，我们的胖伯伯来了，胖伯伯，来，小胖小胖，辛苦了辛苦了，啊，这个蛙妹妹啊，你好，啊对，很行水啊，这有哥哥，叫大伯叫大伯，胖哥这么年轻，叫大伯就错了，他都不得叫你叫叔叔，这一点都不行水，叫徒弟，啊。喝红茶还是喝绿茶？还是喝红酒还是喝洋酒？我矿泉水，矿泉水，我感觉矿泉水不符合你的条件。青蛙妹妹什么都有饮料，我配，你不配，你不配，没事没事，你喝吧，你更小，你喝吧。小胖，从昨天晚上赶路，你中途在哪里休息的？中途啊，在酒店，搞得我有点。好尴尬啊，你这样子跑上来是不是？我就跟你提了一嘴，我讲我要带货，你干嘛这？哎呀，我总要学会慢慢长大，不能永远在你手下啊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可以的，咋买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来，你喝，你喝，真的你喝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放你这里，待会你想喝再喝吧。这样，我10号我就，等一下我就应该会去那个骆驼工厂。你不用去了，啊，你在幕后慢慢的支持我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待在直播间哪里错了，你拉我一下我就爆了。我怎么拉你？我手有这么长，你打电话给我，啊，谁的电话我都可以不接，就唯独你的我会接。那你这样子不是让你白跑一趟？你又不告诉我你要上来，我来出差啊，不是来看我的。顺便来看一下，那你回去吧，去，总得安排个饭吧，大老远过来是不是？猪猪，点一下的沙县小吃，加一个鸡蛋。哎呦我的妈！不要那么寒酸了吧？没有，他只配这些。来了赣州没有沙县，自己拿回去煮吧。可以，小胖你回去吧。酸辣粉，可以啦，这个很贵的。我太难了。到时候我给你买一件冲锋衣，要不要？送，直接送。有没有听过骆驼？听过啊，我以前做鞋子的时候我都做过。啊，骆驼的，对啊，那个质量怎么样？这还可以，还是老品牌了。对，就在广州，我就这样近一点。刚开始，如果青蛙妹妹不跟我去的话，我肯定会把你拉到来。我真的很紧张。有的青蛙妹妹也可以把我忘记。差不多了吧，拜拜。拜拜，不送。记得10号啊，10号早上9点，啊，兄弟们。
小花，你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？大麦，就这样。这两个字包含了很大麦是谁都想大麦，是吧？卖不卖都尽力而为，是不是？啊，好，尽力而为啊，尽力而为。感谢大家支持啊！对，10号9点啊，是10号9点，你要待在我直播间到那边，挂在我直播间就好了啊。好啊，你也没这个钱来消费，是不是？你以为做点家具很简单？还是哇塞，这个东西哪里啊？好，10号9点不见不散，我协同青蛙妹妹去啊，把小胖就先撇开啊。小胖，你是待定啊，你待定的。我今晚就回去了。可以不送啊，拜拜。沙县我一定会给你安排一顿啊，其实我也很想你的，知道吧？